有妖就姐妹淘逛街，折衣奶露蜜大腿。这为什么人家会是说你臭拽妖啊？因为可能我平常不笑的时候就是。曾说过自己偶尔臭脸的瑶瑶，24日在东京街头被狗仔哥哥捕获了。仔细看一下，还好脸没有很臭啊，只是有点呆。只见瑶瑶与姐妹淘逛街，好不惬意。她素颜戴着红色鸭舌帽，上半身穿着宽松潮 T， 将32E奶藏起来；下半身穿着超短热裤，露出性感又略显壮硕的双腿。不过看起来已经比2009年被狗仔哥哥拍到了好多了。这样中性打扮的瑶瑶走在街头，几乎无人认出，完全不需要口罩与墨镜伪装呢。话说近来妙禅 C 服很火，出入搭乘信徒供养捐赠的4000万劳斯莱斯，还住在巴黎豪宅，日子过得爽爽的。刚好瑶瑶也是 C 服的虔诚信徒，不知道有没有赞助劳斯莱斯呢？不过瑶瑶对外都不愿多谈 C 服，至于这是否会影响到瑶瑶的信仰，经纪人回应艺人私领域的事不会过问。娱乐动新闻报道。